我是秀秀，我现在人在台北市的总统府，然后这是第二次来参加降旗典礼，蛮不错的哦。阅兵们表现的都非常好。这位是警察先生，他也是在这里做服务的工作。这些都是民众。刚刚我朋友把夕阳拍得非常漂亮哦。莫叔好。好。中华民国加油。中华民国加油。今天天气虽然有点阴，但是这样子也非常好，因为这样子就不会太热。我们刚刚已经绕总统府绕过两圈了。好，这位是邱大哥。我们有三位朋友有事情已经先离开了。加油，中华民国加油！被你召集来了。你这个网络在天天播。莫叔的精神很令人敬佩，他每天都来。他每天都来总统府这边，真的是太佩服他了。一直播，继续播有效。对。我那个被你播来了，播过来了，真的。被精神感召。这是海军，上个月是空军在服务。他们是轮流哦。原来哦。他们还有女的指挥官。哇。两三天。以前应该没有哦。对。每天都有，只要不下雨。我的意思是说，现在你说海军嘛。对，是今天5月1号换成海军。有人今天下午4点就到了。找到个空位，刚好看得到这个指挥的。这立正号。所以刚刚没有办法好好的唱。
跟随莫叔的脚步。等一下，我们给他们所有都挥我们的国旗，谢谢他们。谢谢。钱少，谢谢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对，不是钱的问题，心。